一两首，所以错的牙糖歌，原本系当送送的蛋糕，啊，今尾带来三首嘅客家歌曲，川味歌曲，提首香板，听一首三个字，提三首牙签，客家嘅传统小调挂子韵，大家会坐坐在天顶啊，听下来演唱，什么感觉？
来，弟弟阿来啦，大家来同意好。今天呢，等一下，大家来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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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
我必须是木敢讲才骗熊哎，两个来比哈信上，必须俺走的，我替材两个推档来从哎哈家传统的过绕山过路山过山过子天白马噶，进去也转来比哈信上，差不多比一下太凉快的时间啦哈，比鬼没好搞嘛，啊，托你过种些的时间。 是天天应该来比哈先生，哎呦，上山下海，慢来一瞬，非常长。因为先生曾经讲对外东乡下，佮了许个爸爸记得嘞，伫台北又选伫过绕板，来比哈先生来到因个台北来到山谷，所以俺天天比哈先生来学习传统个那个山谷食材工，佮了许海西时间对哈家过绕无嘛个了解，因为俺自家本身系台北台个。 也就出世嘅声音呢，土生土长伫台北台嘅声音呢，唔是唱过嘛个，按到唱过，是要唱过流行歌曲啊。俺个爸爸妈妈咧，其实讲，既然身为客家人嘅子弟，所以客家嘅歌谣绝对重得了，你唔记得，所以我来学习因嘅客家歌曲之后，你嘅客家会长袂进步。所以伫咧啊，哎呀，拜托，哎，你所有嘅台哥哥、台姐姐。 转去到自家嘅声音，到你嘅孙子，讲客家话语，希望让因嘅客家母语、客家话语，做得人人流传下去。师兄来比哈先生嘅歌谣，一曲传播，哎，你听咯，全部感谢，大家好，哎，带来两首嘅传统歌曲，也就系挂子君，大家会创作得天天嘅出，跳下来让唱两首嘅歌曲，分享。 Oh,
今天又抬到出门哈嘎，你又喊世界各个多多罗书堂啊，就讲哈讲无停台。FM 真浪五点九，十五当下。是不？我们实力派的运选姐，跟她经常有共同，捏成这样技术强白，就是赵老师说的，就会耐心上搞我们的草帽，要一躺就滴。古早时髦，海家在多多支持哈嘎音乐，然后后堂的哈嘎散播，弟兄们一胎一胎传承下去。